那这种情况真的就是生无可恋了，上又上不去，在水里滑，最后只能等死。其实还有一种更搞笑的，就是直接最后这个决赛权刷在这个海里，然后的话你们又没有船，真的可以说什么都干不了，几个人只能一起待在这个水里面吹牛逼。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或者说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你们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，怎么样才可以成功吃鸡。目前这个毒圈已经越缩越小，几个人全部挤在这个圈子里面，然后的话在这个水里边又不能够吃药，所以的话感觉最后如果想要吃鸡，完全就只能够靠这个人品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毒圈已经开始刷了，已经越缩越小，然后的话刷到最后这个毒圈就会消失了，就变成全图都是毒。其实乔巴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最后的毒圈如果站两个人，两个人都是满血，那么刷到最后的话